每个男孩都有一个武侠梦。飞檐走壁，行侠仗义，上脚，折膝，抬腿，出手，一招一式的功力来自日复一日的磨砺。我的攀岩场就是我的江湖，而对手是我自己。每一次过招都像是一次升级，不把自己逼到极限，怎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？每一次 Dino 的瞬间，每一次 Top 后的狂喜，我依旧是那个太阳能小孩，哪有什么天赋异禀，我只相信坚持不懈的努力。我是潘Yue-fei，我为攀岩而生，我为中国而战。小时候，岩馆就是我的游乐场，五颜六色的岩点好像甜蜜的糖，我就是童话里拥有魔力的美少女，一路过关斩将。柯宪就像打怪兽，他越是难搞，我越是不服。小身材无法超越的极限，用聪明的小脑袋搞定。观察，思考，突破。攀岩是智者的游戏，而我乐此不疲。当我站上领奖台，当五星红旗因我而升起，我知道魔力少女有了新的使命。最小的全国冠军，最小的国家队队员，别再说我赢在起跑线上，我只是提前锁定了目标，坚定了梦想。我是张Yue-tong，我为攀岩而生，我为中国而战。我是宋一林。我为攀岩而生，我为中国而战。每个女孩都有一个芭蕾梦吧，盘起发髻，穿上舞鞋，足尖绷紧，旋转，跳跃，
在舞台的中心接受掌声的洗礼。然而，你见过岩壁上的舞者吗？我的舞台就在这里。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，调整重心，延展身体，感受每一个眼点的呼应，有时柔软，有时刚毅，我享受和这片舞台融为一体。有人说我漂亮的不像实力派，可是谁说美丽和实力不可兼具？我是蒋荣，我为攀岩而生，我为中国而战。